恭喜许魏洲。恭喜，有请王玉庆先生为许魏洲颁奖。好，有请许魏洲来发表获奖感言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许魏洲。首先我在这里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、中国 TOP 排行榜、央广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对我的认可。然后呢，也要感谢在座呢，在后面后台，然后有很多帮助过我的老师、帮助过我的前辈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小许让你们费心了，对。最后呢，感谢我的粉丝白粥们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不离不弃陪伴在我身边。我也之后呢会不忘初心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前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再次恭喜。